孙悦，恭喜你啊，成了大一小组组长，上次竞选那课题还不错。谢谢。那日后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好啊。华清美院教授涉嫌学术造假，教授之子与平关系入学，这都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 控制主机发送信息这种低级手段，看来你巴不得我知道是你干的。误会一定弄错了。我刚通过网络向控制主机的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。是他发的吗？是他发的吗？周思月，你父亲学术造假的事儿，众人皆知啊。你不要替他狡辩了。也希望你不要像你父亲一样，走向歧途。 说完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起诉我！哎哎哎！干啥呀？